下面请您欣赏相声《相面》，表演者高峰、栾云平。感谢各位的鼓励。哎，郭老师说了一段啊，非常的热闹，是连说带唱，这节目叫学小曲儿。对，郭老师唱的多好啊，亮，嗓音调门非常高，这多冲、啊、您听我就不行。你呢？这也不是客气。怎么回事？有一个客观的原因。因为什么呀？因为我毕竟没在宫里头待过，是不是？合着我师傅待过。这你说的，我看那这句让我说，郭老师也没待过。哎，先天条件好，对了，加上后天本人一点努力，嗯，所以人家唱得好。是我这个先天条件就不好啊，后天我又不能努力。怎么？因为后天我有事儿。咱哪个后天呀？都说后天得努力。后天后来是吗？哎，反正我这个嗓子条件就有限了，那是不冲。二位下去休息休息啊，观众朋友也休息休息。对啊，现在是上厕所时间啊。不是真的，哪位要是去啊，您赶紧去，嗯，别耽误了后边听郭老师更加精彩的节目。对，对吧？郭老师跟于老师合作这么多年了，嗯，相声说得好，好，有知名度，哎，都认识。尤其是这个郭德纲，我师父，长得模样也漂亮，好看吗？啊，浓眉大眼，大屁股，圆脸，哎呀，那行了，行了，行了，跟模特一样。哈，哪模特长成这样？我就想夸一夸他。您这没有好词儿了，找不出合适的词儿来了。啊，郭德纲现在来说，您看呢？比较时尚，对、啊，穿张打扮啊，啊啊，这个发型啊比较干练，对，每天也洗脸了，啊，是不是？合着以前连脸都不洗，你以为说瞎话呢？啊，原来就是不洗脸。是啊，不修边幅，呵，穿那个衣服，戴那个帽子也比较老型。嗯嗯，郭德纲在天津上学的时候，哎，那是老家呀。14岁那年啊，在天津上初二。对，家里挺有钱，嗯，打车去上学，哦，还阔主。司机师傅还跟郭老师聊天呢，爱聊天。那年郭德纲刚14啊，长得模样像40多岁的，嚯，太严重了吧？开车的那年有个50来岁啊，这司机老司机，嗯，跟郭德纲聊，一看郭德纲，大哥，嗯，上哪儿去？司机50多了。管郭德纲叫大哥，四中接孩子去。好，别废话，快走。孩子上几年级？初二。哟，大哥，你结婚够晚的啊。嚯，这也太老了，这个模样显着老。嗯，现在来说呢，在你这个师娘的精心喂养下，等。什么叫喂养下呀？精心照料下。哎，对了，在你这个师娘们的行，你别给他惹祸了，行不行？没惹祸。什么叫师娘们？就一个师娘。师娘和徒弟们，嗯，精心的伺候啊，郭老师重新焕发艺术青春。对，多好啊！跟这个于谦合作10年了，哎，俩人搞这个系列活动，啊，搞了好几场了。是，这是今年的主题。嗯，郭德纲于谦合作10周年。哎，两人关系好极了。哎，密，平常生活中关系就好。是，大家可能有了解的朋友啊，头些年于老师家里有喜事。什么事儿？得了一孩子啊。对，得了一个宝贝儿子，还上过电视，对不对？是啊，于老师这儿子太机灵了啊，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不是，他有什么特殊的吗？有特异功能啊。于老师这儿子，嗯，不到一个星期自己能坐着。哟，降生不到一个星期啊，够快的啊。能坐着不到10天，这孩子能爬，都会爬了。对，哎呀，老话说得好，7坐8爬，什么意思？这是7个月才能坐着。对，8个月才会爬。他7天就能坐着，7天就行，比人快了30多倍。30多倍？那1个月跟1天不差30多倍吗？对对对，这玩意儿是神童。嗯，但是太神了，这玩意儿也不正常，反正有点离奇了，对吧？嗯，于谦跟谁一块过呀？谁呀？跟他那个老丈人呢，跟丈母娘。哦，对，孩子的姥姥姥爷啊啊，这屋里边姥姥姥爷带孩子玩呢。嗯，这屋里边呢，郭德纲来呀，跟于谦排练节目。哦，对词儿呢。于谦的媳妇不在家啊，出去买东西去了。嗯，这个姥姥呢，哄孩子，抱着孩子玩，啊，结拜人吗？宝贝儿，多好，10好几天了，跟我说话，说话呀。那能说得出来吗？说话。太小，10几天的孩子能说话吗？说不了。令他姥姥没想到的是，怎么了？孩子真说上了。是啊，说话。孩子看着他姥姥，
姥姥。嚯嚯，好，好家伙，这才半个来月，孩子神童，人有那一岁多说话不利索。哎，姥姥这俩字不好说。嗯嗯，说这么清楚，再叫一声。再叫一声，姥姥给你买好吃的。是，再叫一声，多可爱！再叫，哇，怎么意思？这是坏了，怎么了？他姥姥一头栽倒在地，死了。哟，姥爷后边正看报呢，听身后边咕噔一下子，怎么回事啊？回头一看，老伴地躺着，孩子坐那玩啊，吓坏了。对，赶紧过去把孩子抱起来了，问问宝贝儿，你姥姥这是怎么了？就是，孩子一看他姥爷，姥爷。你能说话也没用啊，你姥姥她怎么这怎么一个动作呀？他姥爷在那儿也死了。呵，俩人了。哎呀，喊谁谁死啊。嗯，于谦在那屋正跟郭德纲排练呢，听这屋咕噔一下子，咕噔一下子，怎么回事啊？赶紧跑过来这么一瞧，老丈人丈母娘全这儿躺着呢啊，孩子还那玩呢，隐隐约约回忆起来刚才听见这屋姥姥一会儿喊老爷，对，现在这老二位可都躺这儿了，都没了，这怎么回事？是啊，这时候看着孩子俩眼发直，俩眼看天蹦出俩字来，说的什么呀？舅舅，喊舅舅，舅舅不在跟前啊。嗯，刚想到这，电话铃响了，接电话，喂，我是于谦，谁？哦，老姨啊，老姨，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大哥过去了，嗯，多大的事儿？就刚才，我马上就到。挂了电话之后，于谦可害怕。那对了，你琢磨呀，喊姥姥姥姥死了，喊姥爷姥爷完了，亲眼看着喊舅舅，舅舅都不在这儿，来电话通知说也死了。是，这孩子不能留。干嘛呀？这是妖精。呵，虽然说是我的亲生骨肉，这时候要大义灭亲啊，我得把他除掉。呵。于谦一咬后槽牙，过去一伸手，刚要掐掐，孩子俩眼瞪着于谦，蹦出俩字来，说的是爸爸。于谦吓得头发都立起来了。是啊，等了半天没事儿，没事儿。那郭德纲咕噔就栽那儿。后来呀、啊，行了，诸位别信啊，没这么回事儿，没这么回事，这都哪儿的事啊？我听于谦给我讲的。于谦有病是怎么着？不是那天我也觉着有点头晕似的。行，你也是他亲爹是不是？啊，您这太乱了，这都是笑谈。跟您说笑话。哎，为什么说这个呀？嗯，等那帮上厕所的观众回来，你知道吗？真的啊，说一说呀，郭老师啊，于老师啊，生活当中的趣事。哎，大家有的不了解。对啊，他们已经去世了。哎，多的。哥们儿，他们有这个有趣的事情，哦、这么叫趣事。对对。两个演员多优秀 啊，在后台没事就排练节目，对词儿，写新作品。是，这几天演出是以传统节目为主，对，或者是郭老师 啊经典作品。嗯，刚才这学小曲儿，啊，郭老师演了得有十来年了，是，也是郭老师创作的，那写的，哎，这是比较经典的节目，人都爱听，奉献给新老朋友啊。俩人相声说的确实好，让人学习，你也不错。呵，栾云平，我可不行了啊，这是我名字，在相声演员当中。你算这个份儿的，你真夸我。郭德纲也很喜欢你，是吗？啊，郭老师跟我说过，嗯、说什么了？跟我是这么说的，嗯，说我郭德纲这一千多年呢，好，就我师傅是王八。你怎么这么介绍你师傅呢？当着各位朋友们，我师傅是王八，多不合适啊！这个，你瞧，这事儿就德云社知道就行了啊。你看看，你这么一说，郭德纲、于谦全成王八了。行。你给我解释解释，这人有活一千多年的吗？没听清楚啊，不是一千多年，什么词儿啊？前一年多。嗨，啊，你看一千多年，前一年，你看巧妙不巧妙？哪儿巧妙啊？这，反正说郭老师很喜欢你，嗯，我也很喜欢你，是吧？栾云平可以生着喜是早晨两三点钟的太阳。好，我一点链都没有。你怎么又不愿意了？两三点钟像话吗？应该是呢，八九点。大有希望，嗯，非常之有发展前途，哦，很了不起的一个演员。这好，有的演员就不行，谁不行啊？第一印象，长得模样就寒碜。哦，你这个模样长得，你看，你别，多好看啊！有的人说了，这人模样长得漂亮，这人长得难看，自己有自己的标准，对，没有公判啊。
你说按照统一标准，谁就是好看，谁就是难看，没有。嘿，我觉得你就行。不不不，嗯，我问您说这标准是男的还是女的呀？男的女的啊？男的有什么可说的？啊，您就是女的不是吗？女同事好看有标准吗？太有了，那是你不知道。说说。有这么几句话形容这女的长得好看啊，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细腰赛笔杆说话燕语莺声乐的时候俩大酒窝。你说这个啊，他说这叫书套子。对呀、啊、又叫美人赞。嗯，不禁推敲，要琢磨琢磨说评书的老先生一说一个女的只要想说的漂亮，嗯，就把这套词搬出来了。柳叶眉杏核眼睛的小口一点点杨柳腰赛笔管说话燕语莺声、哎、一乐大酒窝。对呀、啊、其实你细琢磨琢磨，嗯，要把这几样长全喽，那是标准的美人妖精。哎，美人赞怎么能研究出妖精呢？咱分析呀、啊、咱来呀、啊、一句一句琢磨琢磨。柳叶眉，柳叶眉，嗯，柳树那叶子大家都见过，赞青碧绿，最短的这么长，这俩眉毛这么长，你说横着长还是竖着长？眉毛都横着长。打这儿开始横着长啊！啊，哦，哟，这能长出来？好，该扁的了。横着长行吗？那竖着长行了。竖着长也不行啊？怎么还不成啊？打这儿还是竖着长啊？哦，这是那蛐蛐儿，这改须子了。柳叶眉好看吗？这不好看啊。杏核眼好看。杏核眼，嗯，杏核就吃那杏儿，对，吃完剩那核核滴溜圆，俩小圆眼儿。再赶上吃杏这主没啃干净呀，上面还有点肉，呵，一对八脸儿，两道大绿眉，一对八脸儿，这要搞对象，你说除了你哪位敢要这个？我也不敢要了，是不是、啊、这不好看。好看吗？不好看。樱桃小口一点点呢，多可气。怎么了？多可气。樱桃小口还一点点，嗯，女同志嘴小是好看，是啊，形容讨厌啊。咱们这个樱桃最大的叫山樱桃，哎，那个儿大，这么大个儿，嗯，女同志脸盘子这么大，这么点小嘴儿，活活饿死。谁说的？吃不了东西。怎么吃不了啊？米饭炒菜馒头啊往嘴里扒了嚼啊，吃不了。哦，嘴这么小就吃一样行。什么呀？炸酱面能吃就行，酱跟那面都得拌好了，还不能这样爬了吃。那怎么吃啊？摘出一根面头来，还得面头打嘴里认进去，滋溜一声能得嘬进去。嗯，面是进去了，是酱都糊腮帮子上。哈，呀呀呀呀呀，哪儿抹呀？小嘴好看吗？这不好看。还俩大酒窝呢。大酒窝本来嘴就小，嗯，俩大酒窝远看仨嘴。嗨，真能琢磨。这好看吗？不好看。嗯，不好看。这杨柳细腰赛笔杆呢？杨柳细腰形容还说得过去。哎，那就行啊。杨柳树啊，稍微粗一点的差不多。嗯，女同志腰线细的这也差不离。哎，苗条。最万恶就那赛笔杆。这还有万恶。写字画画最粗那笔叫大抓笔。哎，最憨了，也就这么粗啊。女同志肩膀这么宽，臀部这么宽，当中你说让她干神马？打篮球踢足球，这位还上场？上啊。女足，嗯，十一个人上场，有一这样的跑啊，来这一撞吧唧折了呀，一人变俩人了，你这怎么办？这边还多一个。那哪行啊。是 是, 是，也别说就一样合适。能干什么呢？跳舞方便了。是啊，甭搂着腰跳了。怎么跳啊？攥着就跳上了。当你你哎呀呀，就别抡了，就哈家伙，这还要打出手。你撂他吧，撂他吧。这好看吗？这不好看啊。这不好看。哎，说话燕语莺声总行了吧？燕语莺声。对呀、啊、燕语啊，莺声。是啊，小燕黄莺那细声细调的搁在女人身上好听吗？哎，都爱养鸟，怎么不好听？小燕黄莺怎么叫啊？树枝一落特别精神。嗯，听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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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叫叫一天，就这样。是好听吗、嗯、比如说你演完出了啊，回到家来，你媳妇儿一开门跟你这么说话，你爱听？怎么说呀？哟，云平，你回来了。哎，说相声给人说累了吧？还可以啊。书包给我吧。哎，你这赶紧坐下、啊、喝点水吧。啊，我喝口。饭都给你做得了。哦，还不用偷。要是闲凉的你就凑合吃得了。哎，好，你看是不是这么说、啊、两口子吗？哎，都这样。哎，燕语莺声，说话燕语莺声，我更高兴。是吗？是啊。再来一回。来呀、啊、燕语莺声啊。对呀、啊、你演完出回家了啊。哎，我回家了。
我到了鸡窝了是不是？你们家是鸡窝呀？你呀、啊，甭那么些闲话。你自个儿说的，这都是这不是说吗？我跟您这么说，好看吗？啊，这不好。说了半天好看吗？我这还都被推翻了，对不对呀、啊？美人赞，各位您都漂亮，嗯，自己最是最美丽的，嘿，最好看，对，别羡慕别人啊。减肥吧，我太胖了，别减，嗯、越想减肥的越减越肥，嚯、哦，那药丝一停，反弹比原来还胖，更厉害。我劝各位，自然美，哎，那为最好。对，心里郭德纲、于谦这么胖，不也舔着脸活着吗？对不对？这叫什么比喻啊？咱这个说明人家心宽，哈，心宽，这是好事儿，其实。有人说了，这人这模样长得不好，嗯，穷相，哎，一辈子发不了财。这人好，这人富贵命，哦，富贵命，是住别墅、开好车的命。各位别相信啊，这相面的、算卦的，这叫骗人的，假的，都是骗人的，是吗？啊，你是没碰上啊，你要碰上你也得上当。呵，真是，我都学过这个，你呀、啊、背过这个词儿，是吗？给谁相面，谁说不灵？哦。可有一样，您说给你相面就能灵，那好极了，我就会。哎，好好好，你信我不信？信您啊，信您。嗯，您给我瞧瞧，给你看一看。哎，行，嗯，先赠送你三项。还赠送三项？谈对了接着往下来。 嗯三项不对赶紧打住，不聊了好吗？好好好。哎，对你有个要求，您说。实事求是。那当然了，灵就是灵。哎，不灵喊出来，不对不灵说出来。嗯嗯，别顾我面子啊。我不顾。行，咱实话实说。赠送三项。哎，头一项不灵。哪儿就不灵啊？哪儿就不灵？听好了、啊、哎哎，头一项通过你这个五官，你这个相貌来看，你家里的父亲只有一位、嗯、对不对？对，别犹豫啊。我犹豫了。对，别犹豫。对对对，仔细考虑考虑。我不这上不想。哦，有五位啊。哦，多多的呢。回忆回忆。我不这不用想。灵不灵？灵，灵了。第二项还得灵。第二项啊，嗯，你父亲跟你母亲不是同一个娘养活的。好，对不对？今儿我碰见佛爷了。对不对？对啊，对对，捧了，捧我。不，没有，捧我了啊。对对，绝没有。捧假了，高人高人、啊、灵，真对吗？真真的又灵了。第三项还得灵。三项，第三项来个连环项、啊、连环项系列的 啊头一问，你不是有哥哥就是有弟弟，不是有姐姐就是有妹妹，要不然准是哥一个。对对吗？对， 我有一哥哥。怎么样，有哥哥吧？嗯，你哥哥比你大。好，对吗？对，怎么大那岁数也超不过你父亲去。好，对，比我爸爸大，那是我大爷呀。怎么样？行行行，您这拿我们找乐呢是不是？哦，这三项都不对啊。全对，您这大实话呀。大实话呀，告诉您各位，听我相声不白听、嗯、您到外边遇上这样的相面算命的不是没有啊。啊，就用这大实话蒙事骗人。哦，您记住了，真正相面不这样啊。真正相面先看手相。哎，对对吧？对对对，给你认真的看一看。好好好，来，把掌法递给我。嗯，就是手啊。哎，相书上说的好，说什么了？相面不看爪，必定没传法。没听说过。怎么了？什么叫爪呀？这不爪吗？手，相面不看手，必定没传法，不好听。我给你编一句啊，相面不看手，必定没传授。也可以。哎，手上看三道纹。三道纹，天地人，这叫三才纹。嗯，事业线、生命线、爱情线。哦哦，我不看这个。您呢？中间这道，这是横着的。哦，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嚯，这叫冲煞纹。哦，有名儿。相书上写的很清楚。这是写的什么呢？掌中横生冲煞纹。嗯，少年一定受孤贫。哦，若问富贵何时有？克去本夫，你得另嫁人。反正这么说吧，你爷们死了之后呢，你心里有点悲痛。行了，但是不要紧啊，马上就嫁，最好嫁一个说相声的，烫一头那为最好。好家伙，我改于太太了是不是？可以。什么就可以？嗯，您这还相面呢？怎么了？连男女都分不清楚？分清楚了。我男的女的？女的。男的，女的，男的，女的，你说这不抬杠吗？这不，真是女的。我怎么就女的了？别让我问住，你说呀。相面伸手，男左女右，得有哪个手啊？你告诉我伸错了不就完了吗？
废话啊，舔着脸把女手拿出来了，你可不按女的像。这这还分男手女手？换那个啊，你说换这就完了。你看这手就不错，哪儿好？手指头都离得开，你看这。对，分不开溜，那是鸭子。你也别客气，这是客气的。你老是说这个没有意思。废话，这手分为两部分，哪两部分？手掌啊，跟手指。嘿，这叫指为龙，掌为虎。只许龙吞虎，不许虎吞龙。大者为君，小者为臣，二者为主，四者为宾，宾主相齐，八公高配。嗯嗯，前坎艮震巽离坤兑，修生伤度井死惊开。哦，掌心挖必发家。嗯，掌心不挖不发家。我这呢？您这个掌心四挖不挖，我再给您挖一挖。对对对对，你这不隔着人家吗？掌心不错，是吗？翻过来瞧着手背。哎，哦，哎哎，你们下去。废话，有这么翻个的吗？那面这么翻。哦，这么翻。哎哎哎，我都翻过来了。你翻完了？就是，我没看你梗脖子。你看我是王八是不是？你们这怎么这么多王八呢？行行行行，好的，你这太麻烦了。你这手背不错，看青筋血管，夫筋若露骨老年必受苦，夫筋不露骨中耳必享福。我这呢？您这个夫筋似露不露？哦，大富大贵没有，一路十路不缺就是了。啊啊，您这个人的命还是不错的。是，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您跟您师父都是一个什么东西转变来的呢？我们都是王八变的呀。你打刚才老提王八这事儿可不行啊。废话，嗯，我这个一个就这样，我这四个耷拉着。我让你耷拉着了？你要不瞪着我这一个呢？行，你纯粹拿我开玩笑，谁拿谁找乐。把手收起来吧。我收起来了。给你看一看面相。要看看脸。相面，相面主要看看脸。对啊，面相看看五官。嗯，眉目鼻口耳。哎，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鼻为审辩官，嘴为出纳官，耳为采听官。嘿，五官有一官好，必走十年旺运；五官有一官不好，必走十年伤衰败运。是，您这个五官还是不错的。好，都长前边，都长后头，还得倒着走，是不是？我仔细看看。哎，您仔细给我们瞧瞧。您这五官 啊，不怎么样。怎么又不怎么样？拿硫酸弄平了吧。没听说过。好，你憋根儿重新长。行行了，你这搅花儿了，我改鸭蛋了，是不是啊？弄平了不好。不整。眉毛不好啊，眉梢发散，主弟兄不利。哦，哥俩分家对不对？哎，不在一块儿，对吗？对。怎么样？啊。另外，眉毛长得不是地方。眉毛不是地方。挪，往下挪挪。往下挪，挪这儿来，我改四眼狗了。我让你挪那儿，我挪哪儿去？大挪。您教我挪二尺半。二尺多长啊？你看这扇子一尺，对，打这儿挪啊。嗯，一尺，二尺，二尺半，挪到你二拇手指头上，又有造化还省钱。这干嘛使啊？你早上起来刷牙省得买牙刷了。行了行了，别出门擦的皮鞋。好，我这还两用是吧？多功能大眉毛。我老老实实就这儿吧。就这儿了，就。另外，您那个准头不好。哪儿叫准头？问富在眼，问贵在准。准准头就是鼻子尖儿，鼻子准头不正。嗯，准头不正。另外，您翻鼻孔，对，漏孔不存财。是翻鼻孔，就这儿啊，这儿翻着这地方，这就不行。从鼻子里出来，搁嘴里，让你尝尝咸不咸。你甭废话，准咸那玩意儿，有点咸蛋味儿。行啊，你这个人命运还是不错的哦。仔细给您看一看，哎，您好好给我们瞧瞧，看看流年大运。哎，这好，一岁至七岁走左耳，嗯，八至十四岁走右耳，俩耳朵，十五走法纪啊，十六十七日月角，这边日角，这边叫月角，十八十九左右编程，二十凌云，二十一紫气，二十二繁霞，二十三彩，二十，怎么看见什么了？二十三岁那年不错啊，想去吧。二十三岁进财有喜，来，进财倒没有，嗯，结婚，呵，怎么样？进财有喜，有喜没喜？有喜，结婚就是喜事啊。对对对，对吧？对呀、啊，二十三结婚啊。我媳妇，你媳妇多大？三哥说清楚了啊。你媳妇多大？我媳妇，你先归你。怎么后来归你？是不是？你这人，你老惦记归我，就没劲。我多的惦记了。你媳妇比我小两岁，啊，比我小两岁，比你小两岁，比你多大？二十六，二十六，比你小两岁，比我呢就是小。嘿，老比你干嘛呀？我比他大。还又有你，嗯，没有你，比你小。对，不好，怎么不好啊？你应该娶大媳妇儿，这有奖吗？太有奖了。您说，相书上写着呢。是啊，女大一，
抱金鸡，大二抱蜜罐，大三抱金砖，大四毕业了。这是相书写的呀，这是废话，这相书就到女大三，你问大四可不是毕业了，我知道叫大姐，我这人简直应该娶大媳妇，大媳妇好啊，自打你娶这小媳妇啊，好有一笔，说万丈高楼往楼下走，嗯，高一步矮一步湿一步泥一步，蜘蛛罗网在眼前，又被狂风吹，半边半边破来，半边整，半边整了又团圆，嚯，来才似长江流水，去才似风卷残云啊，虚名假利瞎闹白冤，对对对，好比做花木栏杆养鱼池，自己为难自己知，人人说您面欢喜，委屈为难在心里，哎对，这就是驴粪球啊，对对对，这怎么比呢？驴粪球外面光啊，这话有没有老话？有人觉得相声演员栾云平，嗯，混得不错，哎，风光，加北京人，是啊，您错了啊，在北京，嗯，房子一间没有，对，车一部都没有，没有呢，还得租房住，是三家街坊啊，连你们一块儿，一共四家，对对吧？对，你媳妇儿还一个小孩，三口人过日子，哎、早晨起来喝着豆汁儿，吃着焦圈，中午吃的包饺子，晚上吃的米饭炒菜，菜炒咸了，你跟你媳妇儿打起来了，你媳妇儿回娘家了，对不对？对，灵不灵？灵，怎么那么灵啊？没法不灵。怎么？咱俩在一院住啊？去你的吧！